恋爱作怪，今天的主题是好物分享二。那不只有彩妆，还有别的东西。那如果对这个影片有兴趣的朋友，那我们继续看下去喽。就是要来介绍 Tank 的眼影盒。那它的眼影盒是四个颜色的。那我现在打开给你们看，就长这样。那刚刚这个，因为我之前就是不小心买回来的时候摔到，所以我刚刚打开的时候它整个掉下来就没了。所以这件事情给你们一个警惕，银河千万不可以摔到，因为它们是很脆弱的。好，那它四个颜色嘛，那我这个是橘色系的，我试穿在手上看一下，超美的哦，画在眼睛更美，是很推荐新手们赶快去采买。记住长这样子，书局还有什么加码，我不知道保养有没有卖，可是网络上好像有卖。来看好这个，赶快去手刀购入吧，我真的觉得这个 CP 值超高的，好不好？那我就接下来进入 CP 值超高的第二样东西。很高的第二样东西是什么呢？就是这个，看一下，看到达特物的 DD 霜。那我本身之前是没有用过 DD 霜，我只用过 CC BB。啊，可是它是很保湿的，真的。它有两款，一个是超完美遮瑕的 DD 霜，它们都有 SPF。28 PA 两个加，那另外一款是超保湿水感 DD 霜，也是一样有那个防晒系数，他们的防晒系数都一样，而且他们是这样，这样是体验包。那我在网上买，虾皮买的。那这个呢，你一包就尽管你的脸再怎么大，你看我的脸就是很大，一包用不完，你因为它挤出来一点点用量很省，所以这个也很推荐你们，我就用起来不会很干，我觉得用起来我妆效还蛮好的。那我今天是用这个 DD 霜遮瑕的，超完美遮瑕 DD 霜，我今天的妆也是，我觉得它还蛮可以遮毛孔的，说反正这个也是很推荐你们赶快去买，好不好？那我们就开始进入第三样咯。三样的好物分享是这个庞氏的 BB 粉，那它这个呢有防晒抗油的效果，真是很厉害哦。那我之前在我的那时试用影片的时候有提到它，可以点这边来看。那这个呢真的是好用，超好用的，所以还没有用过的朋友赶快去用用看咯。那今天的好物分享就介绍完了，之后还会有好物分享，就是每当我有用到觉得好用的，我就会拍影片跟你们说。那如果你们喜欢今天这个影片，记得帮我点个赞，或者有什么想要看的影片，或者想要对我说的话，都可以在底下留言跟我说。好，记得要订阅我的频道哦，可以在点上面赶快订阅我的频道。那我们下次见哦，拜拜。